绘林时间杜尚的自行车轮。在这个作品当中，杜尚将一个自行车轮装在厨房的圆凳上，表明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。事实上呢，杜尚就是一名将艺术家拉下神坛的虚无主义者。他不相信任何价值，也无所顾忌，用玩世不恭的方式对美学和艺术价值进行嘲讽。他将艺术家拉下了神坛，也开创了新的艺术游戏的方式。下一集我们继续参观这个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行的展览，展览的名字呢叫做保持现代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巴黎。下一集我们会欣赏爱德华霍普的一个作品，绘林时间法国巴黎。